那累的了吗？好，厉害了，能上能上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这个一边看一边解说啊。现在应该是多少？人民币30。没有问题，二发比较软的可以进攻，但这个因为这个发球比较边啊。发不了力，很好。这球我都看不清楚过来没，应该是好球。进攻那板还 OK， 有速度，但是打到了防守队员的手上啊。这个时候要选择稍微选择一点，打两个人中间。让对方不能轻易的拍子一伸就能打到。感觉可以削一个，削得还很深，不错。防守挑一板压上来啊，不错。对，就是一板深的球，如果觉得对方是往后退啊，可能回球软呢，这个时候就可以上网啊，打就形成双上网，给到对方压力，可以，这个球不错。1-0换边啊，然后是双数啊，不是单数，在3-0啊，2-1啊，这样这种双数的时候换边。
好，第二局压上来，起来了，这球危险。对的，这就是防守这一拍，防守这一拍，这种时候最好的方法，业余选手是往上把球撩起来，或者叫拖起来，一定要争取过掉前面的往前的队员，这样子给自己争取时间，争取防守啊，站好位置。错，这下本来是机会啊，形成了相持，双方打斜线都拉得很尖，很漂亮。好球，调整一下，不错。好球，这个球救得好，这个球救得好。这个球球很低啊，然后这个接球的那一瞬间，拍子等着球啊，千万不要甩拍。这个球啊，关处理得不错。是接发球出界，不错啊！业余选手是这样，这个多打这样的比赛啊，不用太高强度啊。但是呢，每个球因为是不可预测啊，所以就是各种各样怪的球路啊，这个刁钻的回球啊，都想办法能够接回去，尽量的处理好，这样就很好的提高。看这个有点软，放一个小球往后打，对的，尽量打深，这个球要加一点力，还是没有打边啊，还是一样，就对方上来了，对，看啊，这个就是很明显，对吧，就是对方其实有一两个球的比较软，那个时候要进攻，要给到压力。让开，对的，起来，有的，这就还有，漂亮啊！这个虽然很被动啊，两边都跑得很狼狈，但是都很顽强啊，救的也都不错。比赛就是这样啊，尽管你看着对方很狼狈，但他回过球来可能很勉强，但是刚好过网，反而自己被动。所以球没有死球之前都要保持专注。这个球。还不错，有一个调整。好，那就是相持变线，这个变线不科学啊，不科学啊，可以变啊，但是一定要过掉前面人的脑袋。好，现在大分是1-1啊，还不错，还不错啊，就这样啊，但也不用跑得太厉害，都40-50岁啊，这平均年龄我估计都可能50+了啊，所以这个防止不要受伤，这么冷的天气啊，大家享受网球就可以了。
好，我们回来了，看啊，官发球还不错，看这个球让开正手打中间，对的，再看这个球怎么处理，凹凹凹，这个球可以顺势上来，尽量打深，这个这种啊，这种算不踹，听到是3-1，1-3应该是。好球，好发，回球也不错。哎，这个对回球比较快啊，这个站位也起稍微靠前一点，所以这个球有点稍微被逼到了。错，这球也救起来了，看这个球换正手拉开斜线，换方向，好球，打一个直线啊，这个球变直线可以，但是也是力道和角度都不太够，打了刚好打到对方的手上，对方很容易啊一举拍就挡过去啊，这个所以就不合理了，如果要打直线一定要坚决，要够速度或者够角度，否则给自己造成麻烦。这个球还是一样啊，这个阿吉应该是手伸了，这个球应该难度不高，好像没盯住球。我们再看下面啊，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，没有盯住球。削一个，削到后面，对拉。对，应该是对球的飞行路线啊判断有一点问题。
我们女双就看到这儿，现在换男双啊。